开心吗？出去玩？哎呀，避开镜头啊！拒绝采访，这位小姐，拒绝采访。事數澄清，因為我翻咗嚟成都啦，見到康力妹啦，咁大家都好耐冇見佢啦，佢而家已經衝咗去前面，咁今日帶佢出嚟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呢？咁其實就有一個好不幸嘅消息啦，就係大概喺兩個月之前咧，我哋就帶康力咧做全身嘅身體檢查啦，幾大型嘅好大間嘅連鎖嘅醫院啦，點知睇完之後咧，佢話康力咧有先天性嘅心臟病。咁咧呢一份就系上次喺嗰间医院照嘅超声波嘅报告啦，我哋使咗成1500蚊啦，咁其中一份超声波嘅报告咧就话康力咧嘅心脏嘅主动脉嗰度嘅反咧系狭窄嘅，所以 turn out 嘅结果咧，个医生就系告诫我哋唔好成日带康力咧去跑得太耐，因为佢嘅心脏有问题，惊佢会有心脏病发。咁其实嗰时我听完之后都系劲唔开心啦。咁啱咧，小人有一个台湾嘅朋友啦，就嚟咗成都咧做兽医，我哋今日咧就特登。出去咧就系带康力去佢间医院去检查一次，究竟康力嘅心脏系咪真系有问题呢？你去医院啊，傻妹，咁都唔知道，人咁开心。康力做咩将个头摆喺个垫上面啊？哦。已经到咗啦！我喺度啦，等一下，我们吃饭。谢谢他，好得意啊！他是 Kitty。嗨。你怎么好紧张、好惊恐的样子？谁变轻了？18。你做咩喺度匿埋偷睇康力啊？看到了吗？真可爱。可是他很可怜，会可爱。康力，你要超度的。这手已经长。好，没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哦，好可爱，你等待。对，我也帮他止血用的。忍耐一下哦，康力。深呼吸。冷静，一点点血就好了。没事哦，没事。康力，他把头别过去。嗯。很棒哦，很棒哦。好，他过来看看。哎，没事了。我们现在帮他止血，又帮我收一下。耶！你咩咩？你咩咩？好笑啊！康力抽完血之后匿埋喺呢个角落头，死都要捐入去。啊？你冇惊啊？猪啊？你冇惊啊？他在这里逛公园哦。康力，康力，去哪？对，他没有常常跳。太好了，今天是辛苦小叶。我先听讲一下，在这边上班。去搞医疗好炫，我帮我把他的嘴巴给稍微捂住。对啊，帮你嘴巴好喂。是哦。他那个毛已经抬高了。我们那个是他的心脏吗？啊，是。血流的流速的波形是好看的。耶，好嘞，你完咗啦，整得完全正常啊，耶！数值增到5.8，那7.3呢，可是要住院的，验出来偏高，但是活力很正常，那没关系，反正现在验确定是正常的。基本上它的流速往下走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就是很正常的。耶，我哋检查完啦，到最后咧，康力系健康冇事。曾医师话佢嘅心脏系完全冇问题噶，佢咧想出去去厕所啦。咁我哋今集就到呢度啦。大家如果想睇康力咧，可以揿翻去康力其实，佢要走啦。康力冇事咧，我就放心啦。同埋之前咧，佢哋话康力有甲过高啦，今日都检查埋。頭先嗰張紙都見到啦，係冇過高嘅，所以醫生話佢而家 so far 咧都好健康。如果你中意呢個片咧，記得俾個 like 我啦。有咩想講咧，下面留言啦。最重要一定要訂閱我，我係屎手晴晴，呢個係康力。好啦，我每個星期二同五夜晚6:30都會更新片噶，我哋下次見啦，拜拜。